梁伟坑发球对面拨腰位，对面网前有人别挡网，王长起球梁伟坑后撤防守，球靠近左半区梁王同时向左靠，直线和边线比较难防，梁伟坑更靠近边线位置，王长靠近中线位置防斜线进攻和吊中路球，梁伟坑起球对面中场拦截，由于对面是中场进攻，梁伟坑防守更需要防边和直线，所以右脚会向前多一些，防守时有更多的引拍空间，对面进攻梁伟坑正守卫，他是来不及接球的，所以王长靠近中线防守可帮搭档接正守卫球以及吊球，对面进攻梁伟坑正守卫，王长挡网，对面反弹梁伟坑推斜线，对面抓梁伟坑不能及时回位，角度没打好被防回，进攻王长继续起球防守，王长靠近边线防直线和边线进攻，梁伟坑靠近中线帮防反守卫，对面进攻结合部位，这都是梁伟坑来接，业余这种情况很容易磕拍，对面进攻质量下降，王长挡往后跟进封网防守反击，形成对面推斜线，梁伟坑继续挡网，对面被迫起球，梁伟坑后场进攻，一拍两拍，嘿嘿，结束。